Friday。欢迎电影与你再次相遇 ，BMCU 导演李湘勋以及我们的暖心男神苏志燮的到来。我车门打开了吗？车门打开了吗？有看到了吗？哇，我只看到这个大家一片手机海哎。哇，有吗？有吗？这时候只恨自己长得不够高。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现场已经响起了非常非常动人的电影配乐。等一下呢，我们这个车子呢即将开启，就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超人气，一位是我们的演员苏志燮，一位是我们的李湘勋导演，即将呢就来踏上红毯。这一次呢就带着2018年这部最暖心。지금 만나러 갑니다. 연출한 네, 한국에서 온 이장훈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大家好，我是这次的女导演李湘勋，很高兴见到大家。欢迎来台湾。对啊，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소지성입니다이렇게오랜만에이렇게당하는것같은데또일때마다이렇게뜨겁게응원해주셔서너무감사합니다。我是苏志燮，那很久没有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了。那这次呢，看到大家这么热情的欢迎我，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谢谢你们。哇，真的是这个夹道欢迎哦，粉丝们这个一大早就来这边进行等待，终于等到了演员，等到了导演。那今天呢，听说是这个导演第一次来到台湾，要问一下这个李导演哦，来到了台湾，看到了这么多的粉丝的欢迎，感觉怎么样？네사실여행으로한번온적이있었는데요예전에제기억으로는그용산사인가요용산사라는절에서빨리영화만들게해달라고기도를드리고간적이있었는데이렇게영화홍보를하러여기다시오게되니까정말감회가새롭네요네너무좋습니다其实呢我之前就是以旅行名目来过台湾一次那那个时候呢我有去过台湾的就是叫做龙山寺的一个庙然后去了之后呢我有跟庙祈福说希望可以让我尽快拍电影这样子然后现在呢竟然就是已经拍电影已经拍成了而且还来到这里来宣传电影所以我真的觉得心中百感交集所以这个龙山寺的神明非常的灵验啊欢迎来台湾 OK 要问一下这个苏演员来台湾是第6次咯
여섯번밖에안됐나요더많이온것같은데只有六次吗我觉得来了很多次哎예이제취직해서조금이렇게많이온것처럼기억이났나봐요可能就是太熟悉吧，然后大家都对我这么的亲切，所以我就觉得感觉像是来过很多次了。对，是这个台湾是算是这个苏演员的第二家乡啦。不过呢，这一次算是第一次用这个电影演员的身份来到了台湾。那这次也带来这个全新的电影作品，心情上有一些些不一样的地方吗？예이제처음이렇게작품으로이렇게인사를드리러왔는데그러다보니까조금긴장도되고예떨리기도하고설레기도하고예작품을어떻게보실지굉장히궁금합니다对的，那这一次呢，我第一次以宣传作品为由来台湾，电影为由来台湾跟大家见面。那来自，其实我心中还蛮紧张的，不知道，而且还蛮就是有时候很紧，然后又兴奋，然后又激动，期待这样子。然后不晓得台湾的观众朋友们怎么看我们的电影。我们来测试一下现场的反应好不好？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尖叫声可以吗？现场大家，我们要让这个苏演员有信心，一二三。哦，有感受到票房破亿的影子了吗？啊，너무나감사드립니다빨리극장에서만났으면좋겠습니다非常谢谢大家，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快点我们在剧场里面跟大家见面。OK， 不过呢，要问一下这个苏演员苏志燮，你知道这个今天很多人呢是一大早就在这边等候导演跟您的到来，然后呢，现场这个很多的这个苏太太，我们能不能请老公给大家一点回馈好不好？一点点爱心啊，可爱的动作啊，对呀、啊，给大家放送一下这样。예오래간만이에요好久不见了导演你要跟着做吗导演好哦哦好刚刚导演跟那个苏志燮差点一起做出人体大爱心了齁感觉非常非常的可爱啦 OK OK 谢谢啦我们给那个苏志燮掌声鼓励一下真的对呀、啊、他这么闷要这样做这种可爱动作的确是有点难为他但不管怎么样问一下导演这是您个人的第一部长篇的作品之前听说呢这个在筹拍过程就是已经相中苏志燮为第一男主角那为什么会想要请他来担任男主角呢嗯네여러가지이유가물론있었겠지만저한테가장중요한거는그우는모습이정말가장슬프고가슴을뭔가건드리는그런부분이저는지섭씨의가장마음에드는부분이었던것같고요그모습을꼭영화에담고싶어서지섭씨를처음생각했던것같습니다其实有很多种理由啦不过呢我在有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特色就是苏志燮他在哭的时候呢可能觉得他那哭的样子很让人就是感动人心我觉得他这个样子很想要把他这个的样子呢把他就是用电影的方式来去呈现所以就是最大的理由是在这边所以导演觉得苏志燮哭起来也是我见犹怜是不是就令人觉得啊好疼爱哦好想要抱抱他之类的哭得也很帅네그렇죠지섭씨우는모습을보면이렇게덩치도크고이렇게멋진남자지만그우는모습을보면아마어떤여자분도정말이렇게안아주고싶다는마음이안드시는분아마안계실것같다는생각이듭니다对啊其实你们看他就是人高马大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很 man 这样可是呢他哭起来那个样子呢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心疼我觉得所有的女人就看到他这样哭的话每一个人都想要去给他抱抱秀秀这样所以导演您真的是慧眼独具啊慧眼独具非常有眼光对但是네감사합니다제가이렇게평소에자주울지않습니다可是我平常也没有常常哭哦没有常常哭哦但是我有听说啊一开始这个苏志燮呢看到这个导演的这个角色好像考虑了蛮久没有在第一时间答应立刻接演因为呢这个角色是一个爸爸的角色过去他没有尝试挑战过所以好像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是吗아빠의역할때문에고민했다기보다는이제한아이를키우는아빠로나오잖아요그러다보니까아이랑있는모습이자연스러울까보시는분들이편할까에대한생각이고민이많았어요
其实不是因为这次因为我要饰演爸爸这个角色，而是在剧中是我要抚养一个孩子的爸爸角色，所以我那时候有心想说，我这样子也饰演了之后呢，我跟孩子这样相处的样子呢，大家看起来会觉得很自然吗？觉得还可以吗？就是有这样子的疑虑。但是事实证明啦，看过的人都说赞，谢谢导演。听说你一开始呢，这个知道苏志燮没有在第一时间立刻答应演出的时候，你想对他动之以情，因此有亲手写了一封亲笔信给苏志燮说：“你看完呀，你打看完呀，你看完之后就会想演的。”你到底写了什么啊？편지에는이제지섭씨가이역할을꼭맡아야되는이유를제나름대로생각을썼고요근데사실내용보다는제가얼마나간절히지섭씨를원하고있는지그절실함을그냥보여드리고싶었던것같아요其实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写说希望，觉得你要饰演这个角色的一些理由。除了这个之外呢，也把我真的很迫切、非常引颈期盼的那样子的迫切的心情，把它写在信中，就是希望他看了之后呢，真的很想要饰演这个角色这样。哦，所以苏志燮看到了导演的亲笔信，听说是在答应接演之后才打开看的，看完之后觉得说，哦，还好我演了这个角色吗？还是觉得有导演的那个字有点丑。감독님손글씨굉장히이쁘게쓰시고요네그편지때문에작품을선택을하지않았고선택을한뒤에이제감독님이주신편지를읽었고요아무래도이제감독님만나뵀을때그순수함과영화를너무나사랑하는마음그리고좋은시나리오때문에예작품을하게됐죠然后导演其实他写亲笔信写那个他的字迹其实是蛮好看的哦。那其实他写的信是有收到，可是呢，我是决定要演这一部电影之后我才打开看的。那其实与其说是信或是怎么样了，我会进演这部作品是因为我见过导演之后，我发现他这个人真的非常的纯真。然后呢，他对那个电影的热爱，就觉得他非常的，而且最重要就是他这个脚本真的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才会决定演这一部。哇，所以真的是有这个优秀的导演，有出色的演员，还有这个非常强大的一些制作团队，才造就出了这部电影《与你再次相遇》呢，在这个韩国的高人气跟高评价哦。但是我听说这个在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是，好像收集到了10个幸运草就可以让愿望成真，所以今天这个希望能够在台湾这边呢，我们重现电影当中的场景，好不好？所以呢，麻烦哦，来。幸运草来了，幸运草来了，这边就要麻烦这个导演跟苏志燮呢，一个人选一朵幸运草，在后面有问题，然后呢就要请你们来现场马上回答，让我们的愿望可以成真。好，导演，好，右上角这一朵，苏志燮，好 ，OK， 哎，我来看一下，好。导演这边说呢，拍摄《与你再次相遇》的时候，有没有最心动或是印象深刻的场景？哪一场戏跟大家分享一下？对，가장설레었던장면은영화를지금여러분께서아직못보신거로알고있는데거기서지섭씨가사랑하는수아의손을처음잡게되는장면이있거든요단지그냥손을한번잡는장면인데그장면이저는찍으면서도정말설레었고정말너무행복했었던것같습니다其实据我的了解大家现在目前应该还没有看到这一部的电影不过呢先跟大家讲的话我在剧中就是在电影当中我最让我心动的一个场景就是剧中呢苏志燮要牵那个秀雅的手的那一段就是我是在拍摄的导演的立场可是我看了就觉得也是非常的心动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期待跟就是紧张这样子而且觉得很幸福导演我跟你一样耶耶！所以苏志燮印象最深刻也是这一场戏吗？저역시도마찬가지예요누구나사랑을하잖아요네사랑하는사람이랑같이손을잡기위해서그서로설레고떨리고긴장되고이런것들이그장면에다담겨져있는것같아서네개인적으로저도굉장히좋아하는신입니다
对的，我也是觉得这一部印象很深刻，因为其实我们人都一样，大家都会就是恋爱，都会喜欢一个人，在喜欢这个过程中就会有这种想要牵人家的手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可是要牵的时候呢，就会心情就是又会很紧张，然后又很期待，又很心动，这种心情真的是觉得让人回想到以前这种我们青涩的时候的样子，我就觉得还真的还蛮喜欢这个镜头。对，各位呢，等下这个信息院一定要来把这一个场景给好好的刻在脑海当中，因为这个绝对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名画面。他会回家想象说，哇，被苏志燮这样手放到口袋里面去那种，哦，哦，晚上都会睡得很好哦。哇 ，OK。好，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苏演员挑选的题目是哦，拍摄与你再次相遇时感到最幸运的时刻，有没有一些好事情在拍摄过程当中发生了？嗯 ，lucky moment， 对 ，lucky moment。행운이라기보다는너무나감사한게일단은영화를큰사건사고없이잘마무리한게또감사하고지금많은분들에게사랑을받고있는것도감사하고지금이자리에서대많은분들앞에서영화를선보이시는것자체도너무나다감사한일인것같아요其实比起幸运的事啊，我比较想说的是想感谢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拍摄这个电影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故，就是非常顺顺利利的把电影拍完了，这一部分非常的感谢。然后呢，得到大家这么广泛的喜欢、喜爱、大家支持，也是一件非常感谢的事情。而且现在此刻，我现在正在台湾这边，然后可以跟台湾的朋友们介绍我们的电影，这一件事情也是非常的感谢。真的，一切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感觉哦，就是。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来到了台湾，跟所有的粉丝分享这部非常非常棒的电影。嗯，谢谢苏志燮。那导演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 Lucky moment。저도지수씨와같은생각이지만굳이꼭한장면을꼽자면이장면을찍으면서정말아우리가누군가의도움을받고있는듯한느낌이들었을때가있었는데요그거는이제지섭씨가배위에다가어린아기지호를이렇게안고찍는장면이있었어요근데거기서아기가잠들어있었는데어느순간갑자기눈을뜨더라고요그러면서그아이가그실제카메라앞에서연기를그러니까한몇개월밖에태어난지몇개월밖에안된아이가연기를하는모습을보면서아정말우리한테진짜운이따라주는구나라는생각을좀했었던것같아요其实我跟苏志燮的想法也是一样，也是很感谢很多事情。那不过呢，如果要我选一个，就是让我觉得很幸运的事情的话，在电影的剧情当中，有一个是苏志燮躺着，然后让孩子就是趴在他胸口上的一幕。那这一幕呢，小孩子那个 baby 婴儿是可能几个月的大小的一个婴儿而已。然后他躺在那边本来是在睡觉，结果他突然间睁开了眼睛，然后对着镜头竟然演戏起来了。就是我们觉得哇，他怎么就？也不会哭闹，然后就演了一个让我们拍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镜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幸运。哇，所以呢，那一刻就是孩子也被哦，戏剧之神、电影之神附身了。我也心里不美。所以就一切水到渠成。所以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一些比较好玩的小故事，因为是与你再次相遇嘛，必定有很多是在这个雨中发生的场景。所以呢，这个苏志燮有没有一些在雨里面拍戏，比如说好玩的事情，或是一些比较难忘的回忆，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저희가비의장면들이꽤있긴했었는데특별히어려웠던장면은없었고요그거보다는저희가이제산속에서오픈세트를지었고촬영을했는데이제거기까지비를뿌리려고장비를올려야되는데저희스태프들이고생이굉장히많았어요其实我们好像，因为我们的那个电影当中，其实都是跟雨相关的，所以真的是很多的镜头都是在雨下面拍的。我觉得我们在拍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就是可能不太顺利或者怎么样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是在山中搭景拍的，那因为还要再让它下雨嘛，所以这些道具啊什么的，全部都要移到山中，要还要把那个路要把它弄成就是可以搬运这样子，所以工作人员们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又要搭出那个戏里面那种大雨的感觉，然后雨景的感觉，所以的确是前置作业需要一个蛮缜密的规划。所以知道这个，谢谢所有这个剧组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
这么美的场景。导演，你有想过与你再次相遇，因为是跟雨有很密切的关系，一共有多少场跟雨有关系的戏？你有数过吗？啊 ，rain， 全部了。我不知道啊，这个考算术啊。아네솔직히저도잘모르겠고요其实我也不太清楚저도잘모르겠고근데중요한거는비가 오는장면이이제여러장면이있고그러니까이이야기가장마기간동안에벌어지는이야기라비의모습을진짜다양하게보여주려고되게노력을많이했던것같아요그러니까비가억수같이쏟아지기도하고부슬부슬오기도하고해가뜨는데오기도하고그러니까비가오지않는날은그냥모든바닥에물을뿌려서라도항상이렇게젖어있는느낌을보여드리려고되게오려노력을많이했던것같아요其实我不是很清楚记得说到底是拍了几场的雨戏，不过呢，因为我们毕竟这个电影是跟雨相关的嘛，所以我们整场都是跟就是有做下雨的这个道具的准备。那因为我想要用不想说只有在下雨而已，我想要用很多种方式来去表达这个雨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是下大雨，有的时候毛毛细雨，有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出了太阳，可是就是太阳雨。就是想要展现很多下雨不同的那种感觉，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不下雨，因为是梅雨季啊，但所以不下雨的话就很奇怪嘛，所以那个地甚至是干的时候呢，我们故意还把那个地打得湿湿的，这样就是展现出下雨的感觉。所以呢是一部很浪漫的戏的，所以提到了雨哦，与你再次相遇，要问一下苏志燮，你知道今天台北有下雨吗？因为你来，我们要与你再次相遇，所以就下雨了，是一个很美的浪漫的巧合哎。저도이제비행기내려서이제숙소로가고있는데비가오더라고요아그래서비가와서되게좋긴한데이따가분명문제가생길줄알았는데다행히비가그쳐서그게정말행운이라고생각합니다其实呢，我在下飞机之后呢，我看到就是台北的街头有下雨，就是在去饭店的路上，然后心中有点担心说，虽然是很开心看到下雨了，可是我又另一方面又担心说，我们等一下就有活动哎，那到现场如果下雨这样不太大家都不便怎么办呢？结果呢，到了现场发现就是今天就是下晚上就是没有再下雨了，就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让这个麻烦死旺跟两位导演还有这个跟苏志燮说呢，台湾有一句话叫遇水则发。也就是说呢，今天这个下午呢，这个微微雨丝的加持呢，象征我们这个票房绝对会非常非常的亮眼，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good sign。OK， 欢迎。当然呢，最后要麻烦这个导演跟苏志燮，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希望这个电影在上映之后呢，还有呢，这个在这两天有参加这个抢映会的朋友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希望能够从电影当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感动。他是不是어떤감동이라기보다는친구간의사랑연인간의사랑가족간의사랑부부간의사랑이다들어져있거든요그러니까영화를보시고나서사랑에대해서잠깐고민할수있는시간이됐으면좋겠고사랑은누구나다하시잖아요꼭사랑하는분에게사랑한다고말해줄수있는그런영화가됐으면좋겠습니다其实我希望这部电影当中里面呢，会探讨到朋友之间的爱，然后恋人之间的爱，然后家人之间的爱，所以会大家看完之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些这么多种的爱情呢，会自己再去做好好的思考，而且呢，大家都有自己相爱的人吧，有的话呢，今天就跟你相爱的人说一句我爱你吧。现场大家要跟台上与你这个相爱的人说一句你爱他吗？要说撒浪嘿哟吗？可以吗？사랑해요听不到听不到사랑해요啊一二三哎等一下太乱了吼没默契对不对就蒙上的手要说哈吐塞然后他们就说사랑해요可以吗那你们要听那个老公的话哦对내가먼저来사랑해요导演，你要试一下偶像的感觉吗？我没关系。导演说没关系，是不是？导演，撒拉黑哦。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这个李湘勋导演、苏志燮演员来到了台湾，带来一部这么好的作品，那与你再次相遇。因此呢，今天我们要这个麻烦主办单位送上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好，那我们呢再邀请我们的两位贵宾，一位是我们这个车库娱乐的创办人，欢迎张兴旺先生张老板，还有我们这 Friday 影音的代表远传电信的执行副总经理林佑玲女士。好，来，那同时我们这个呢场上也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企鹅家族的蛋糕，那这个象征的电影当中的一家三口呢非常和乐融融的画面哦。那也希望呢我们这个电影呢能够像这个烟火一样，来来来，我们一起来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我们来一起拍个照。好，那也麻烦大家利用这个时刻呢把赶快把这个画面给它捕捉下来，谢谢哦。好，灿烂的烟花，我们希望呢这个与你再次相遇呢票房能够大卖，一飞冲天。也再次感谢 Friday 影音这边的大力支持，感谢车库娱乐引进这部这么好的电影，谢谢。那有握过手了吗？ OK， 谢谢张老板，感谢阿弥达，谢谢谢谢。그래서 대만에 저기 선생님도 좀 신경이 쓰이시는지, 그리고 서지수 씨께서 전에 본인의 인기가 좀 떨어졌다고 생각했는데 이번 영화를 통해서 좀 아직도 그렇게 생각하고 계시는지? 저는 인기에 대해서는 생각해 본 적이 없고요. 그리고 영화 성적에 대해서 생각한다기보다는 대만 분들이 많이 봐주셔서 나중에 오래오래 기억이 될 수 있는 작품으로 남았으면 좋겠습니다. 其实我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没有想过，就是人气这种事情，我没有那么的在意。然后呢，电影的话呢，比起一些成绩呢，我比较在乎的是，希望大家人们进去看了之后呢，对这部作品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可不可以请导演讲一下，就是拍一部日本电影，他在韩国版的话，他比较想传达什么样的讯息给大家？이번 영화가 일본 원래 소설을 이제 원작으로 하는 영화를 만드셨는데요. 이번 영화를 통해서 한국의 관객들에게 어떤 메시지를 전달하고 싶으신가요? 감독님이요? 저요? 저는 일단 시작부터 사랑이란 무엇일까에 대한 고민으로 시작을 했고요. 사랑이란 그저 그냥 옆에 있어주는 것만으로도 충분한 게 아닌가라는 게 저의 영화에서 전하고자 했던 메시지였던 것 같아요. 옆에 있는 것만으로도 충분하다. 네. 其实这部作品呢，我就是以爱情是什么来一个头来这个去发想的。他觉得只要是伤害的人，爱这个人，只要那个人在我旁边，应该就够了吧？这样的一个发想。那这次欧巴演爸爸角色有特别不容，就是不容易去演到的形象，或者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容易演到什么？就是不容易，就是揣摩。이번에아빠역할하셨는데요아빠역할중에이런부분은내가좀어려웠다라고생각되는부분입니다특별히어려웠던건없었고요그냥아이가굉장히에너지가넘치다보니까이게나중에체력적으로조금부치더라고요근데그거말고는뭐어려운거없었습니다其实在拍当爸爸这个角色其实没有什么困难之处只是因为小孩子嘛小孩子都非常的活力旺盛所以 到后来可能我的体力上有一点不支了所以他就是空闲的时候会想要一直找你跟他玩吗？你说拍摄空档，그럼촬영중에시간좀날때는아이랑놀기도하고그러셨나요아이랑많이놀아주고요아이랑같이있어주려고굉장히노력한것같아요有就是尽可能就是跟孩子一起玩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尽可能想说跟他培养一些感情，跟他在一起这样。对台湾的观众来说，那个主君的太阳就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那对他自己本人来说，就新片里面爸爸的角色跟他本人个性比较像，还是主君里面男主角的角色跟他本人比较像？네주군의태양이대만에서정말많은인기를얻으셨어요그래서이번영화를보는의여건아
아빠의 역할을 통해서 이제 보여주는데 본인이 생각하기에 죽음의 태양의 그 역할과 이제 영화 속의 그 역할 어떤 역할이 본인과 더 섭다하다고 생각하세요? 아무래도 죽음의 태양의 캐릭터는 캐릭터적인 면이 많이 비춰지는 거라 저랑 많이 닮은 면 없는 것 같고요. 아무래도 지금 우진이랑 실제 저와 많이 닮은 것 같아요. 주진의 태양的话呢, 因为那个是角色设定而去演的，所以我的想法是在于在这个角色跟我比较相像，因为那个主角太阳是角色设定比较特殊一点。那这部电影是讲初恋吗？他以前的初恋是什么时候的？对，이번 영화는 첫사랑을 말을 첫사랑 내용도 있는데요. 본인의 첫사랑이 언제인지 아직 기억하시나요? 아, 그럼요. 当然记得啊。 예전에 인터뷰도 많이 했습니다. 어떤 추억이죠? 어떤 추억이요? 어떤 첫사랑 언제쯤? 첫사랑 누구나 있잖아요. 저도 첫사랑 고1 때 했던 것 같아요. 고1 때요. 그 초련 말을 또 요 초련. 우선 초련은 제가 高一的时候，那因为他在那个戏中，他有这个游泳这个部分，那就是他在全身的部分，会不会想要自己以前这样？怎么样？就游泳的部分。因为他以前那个游泳。然后嘞，所以怎么样嘛？怎么回想到他以前？回想到以前的自己啊。 영화 속에 이제 수영 선수 역할도 하셨는데요. 예전에 원래 수영 선수 출신이었잖아요. 네. 영화를 찍을 때 수영 장면 찍을 때 예전에 본인의 그런 수영했던 그런 시절을 떠올리고는 하셨나요? 아무래도 제가 이제 전직 수영 선수였으니까 아무래도 그때 기억을 떠올리면서 촬영을 했던 것 같아요. 도움도 많이 됐고요. 以前就是前游泳选手出身嘛，所以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其实也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然后对我来讲帮助也蛮大。那导演，我就是粉丝都觉得有点可惜，好像没有让游泳的部分让他秀到好身材，为什么把他藏住了感觉？네 감독님 질문이 있는데요. 이제 수영신이 있는데 수영신에 좀 아깝게도 노출이 별로 없으셨어요. 너무 아깝다고 그렇게 생각했는데 왜 노출은 안 찍으셨는지. 그러니까 그 부분을 아마 원하시는 부분들이 많다고는 생각은 했지만 그게 그러니까 영화 자체의 초점이 아닌 다른 부분에 초점이 맞춰지는 게 저는 별로 영화에 도움이 안 된다고 생각을 했기 때문에 죄송스럽지만 그런 선택을 했습니다. 其实，我也知道一定有很多人希望可以看到，就是那个健美的身材这样。不过呢，因为我的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在游泳的裸露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跟电影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相关性的，所以我不想要把这个大家的焦点就是转移到那样子的一个内容上。所以我就是这一次呢就没有就是表达出，表现出就是游泳的那种裸露的部分。然后，但是问题结束了，不好意思。 我们的人气欧巴苏志燮所领衔演出的最新电影《与你再次相遇》的首映场。那今天呢，大家准备好了吗？满满的尖叫声跟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呢我们这两位呢非常优秀，一位是我们的导演，一位是我们的演员。所以呢，马上来欢迎的是我们的 director， 欢迎导演李章勋先生，以及欢迎我们的 Lily Ecker。 最佳男主角是我们的苏志燮。Hello， OK， would you please say something to your fans？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지금 만나러 갑니다를 연출한 감독 이장훈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大家好，我是这次的《与你再次相遇》的导演李章勋，很高兴见到大家。 네,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정지섭입니다. 电影等一下就要放映，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对，所以영화그냥편안하게작가님다잊어버릴수록편안하게느끼시는대로느껴지시면훨씬마음이따뜻해지는영화일것같습니다 好，希望大家在观看电影的时候呢，就是用很舒服的一个心情，把一些身边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都忘掉，然后就你们看到电影有什么样的感受，就直接感受那样子就可以了。那看完之后呢，大家可能心中感觉到的温暖。
일단 저희 지금 만나는 남미가 이렇게 영화 보러 와주셔서 너무나 감사드리고 영화 보시면 좀 마음이 힐링이 되고 따뜻해질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그리고 사랑에 대해서 잠깐 고민할 수 있는 시간이 될 것 같은데 영화 다 보신 다음에 사랑하는 사람한테 꼭 사랑한다고 말해줄 수 있는 영화가 됐으면 좋겠습니다.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到现场看电影，再次上映这部电影。那感谢啊，我觉得大家看完电影呢，会感受到有一些疗愈的一个感觉跟心中非常的温暖的一些感觉。那看完之后，也许对爱情这件事情呢，会多一些思考。然后看完之后呢，就是对你身边你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我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电影。好的，给导演跟演员掌声鼓励鼓励。 两位好像准备了签名海报要送给现场的新人，麻烦我们工作人员先把这个座位图表送到这边，让导演跟苏志燮呢亲自圈选出那位幸运的海报。我们想看这位把这个签名海报送到你的座位上。OK， which one is the lucky winner？OK， 导演已经选择完毕。好，报告。 OK， 想一下排数。他正在问台湾是不是有幸运号码？哦，台湾有幸运号码，168，168，168，168。哇，他很认真哦，好像在选乐透号码一样。OK， 好，这边哦，你的放大镜有带出来吗？ 好，我这个座位图很小 ，very small，very small。好，公布数字，导演选出来的是第25排5号 ，25，number 5。OK， 还有呢，欧巴选的是8排8号。好 ，congratulations， 非常的恭喜。 好，那我们这边呢就麻烦幸运儿可以把这些签名海报。在此呢，电影稍后马上就要来正式的放映，我们再让导演跟我爸呢跟大家挥挥手，希望你们可以呢尽情享受这部电影。对，我们要尽情享受电影哦，谢谢。OK。 我们这个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导演，我们的李章勋导演以及我们的男主角苏志燮。OK， 欢迎呢，导演是第一次执导长篇电影，第一次来台湾跟大家见面。哎呀，大家好，请导演跟演员来跟大家说说话喽。 네, 안녕하세요. 저는 영화 지금 만나러 갑니다를 연출한 이장훈입니다. 반갑습니다. 大家好，我是电影《与你再次相遇》的导演李章勋，很高兴见到大家。네, 안녕하세요. 반갑습니다. 苏志燮입니다. 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大家，我是苏志燮。 这一次以这个导演跟演员的身份来到台湾，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네, 너무 영광스럽고요. 오늘 하루가 정말 꿈 같네요. 우리도 영광이에요.导演说，我今天感到非常的荣幸，感觉好像在做梦。然后粉丝就直接讲说，我们也感觉得荣幸。 저도 이렇게 대만에 자주 왔었는데 작품으로 인사드리는 거는 이렇게 처음인 것 같은데 그래서 이제 조금 설레기도 하고 기대도 되고 네, 걱정도 되고
어떻게 보실지 참 궁금합니다. 其实我来过台湾很多次了，可是这次第一次，想要你做宣传电影的名目来嘛。所以我其实心情非常的紧张，然后也很期待。不过呢，另一方面也蛮担心的，不晓得大家就是会看完电影之后会是怎么样的心情，跟怎么接受这部电影。OK， 我要问一下现场的大家，觉得这个电影看完之后你们会给几分？好盲目、啊、谢谢好的那一样的导演跟演员的准备了一份签名海报要来送给现场的大家那请工作人员把这个今天戏院的座次表送到舞台上来我们让导演跟苏志燮的现场圈选导演很认真，已经选好了。OK， 欧巴 's turn， 看一下哈、哦。OK， 好。我来看一下。好，导演这边选的是第十排 ，Row Ten Number Sixteen， 十排十六。恭喜你！好，欧巴这边选的是1、2、3、4、5 ，Row 5， 第五排。And the winner goes to number one。Number one， 在吗？恭喜你哦！好，那我们这个电影马上就要来正式的开演了。네영화재밌게봐주세요네감사합니다제가대단한인어谢谢먼저이렇게저희지금만나러갑니다영화이렇게보러와주셔서너무나감사드리고요영화재밌게보시고영화가잘돼서다시인사올수있는그런기회가됐으면좋겠습니다那谢谢大家今天来现场来看玉女在这上映这部电影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尽情的然后看完电影觉得很有趣这样然后另外真希望电影整个大卖之后呢我们还有机会来台湾再做庆祝여러분들도와주시면뭐다시올것같고요如果有大家的帮忙的话我们也许还有机会再来哦打勾勾OK， 那请大家的支持我们的鱼女，再次向你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导演李昭勋导演，谢谢苏志燮演员 ，See you， 谢谢大家，谢谢。好，大家都享受电影哦 ，See you next time。Friday。